为真的是开放政府之下啊，这个社会的这个创意无穷。赞啊，谢谢啊，彼此合作，共同来发展更好的社会企业。我也是的，我也觉得是。我接触到很多民众，他们是真的是想要了解社会企业，我可以真的实际上跟人群接触说，说哦，我们的概念是什么？那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，然后这边的人们也是很热情地跟我们做交流，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同点。不管是他们是来听石农的厂子，或者是听其他他们关心的老人、社福等等的不同的论坛，但是大家关于社会责任这件事情都有一定的了解，来到这一百摊可以收获效益更大，不管是说收入的方面，或者是说面对的客群方面，就可以有更大的收获。